这要看大小，对，这比较大的就变机关枪。气球左凹右折，小英手上突然多了把机关枪。准星前除了洪秀柱，现在还可能多个宋楚瑜。我们对于整个情势哦都有所了解跟掌握哈、哦。那整个选举的这个布局哦，我们也随时会因应调整的哈、哦。那总而言之，这个选战啊、不论谁加入这个选区，或者是说有多少人在这个选举里面，我们都会谨慎以对啊。步步为营。民进党私下形容，一旦宋楚瑜投入选战，蔡英文选举就得发布陆上警报。不过马总统心中一柱擎天，可没打算让2016大选有机会放台风假。明年的选举啦，目前没有办法预测，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，当选总统的一定是女性。蓝军最高从政党员出招，不让橘子军有壮大机会。宋楚瑜选不选还没谱，双鹰似乎都已经出现生长焦虑。记者郑浩报道。